韩典打王者被气哭名场面。北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心。我打了三把游戏，两把 MVP， 我都那么久没玩了，他们比我还菜。他们没见过这么菜的。咋了？你哭啥呀？我觉得我太委屈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不跟，你说我这个咱们小多头跑的那么慢，我满地图追着他们打，每次打他的时候，他们就追上去，就不管我，我都奶不住他们，怎么就来怪我？别玩了，别跟他们玩。不是，那他们都把我当成奶妈狗巨人了，我不是人了。我太惨了。啊，你能不能别人欺负我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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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也不打王者了，我骂不过人家，我打成 MVP 他们也骂我，他们都特别能骂人，我不玩了。他们不让子弹也打不住，他们非要我一个小鱼去打不住，我就去了，去了之后我让对面的后羿还有阵地给定住了，他们就说他们一直觉得小鱼很肉，说我这带节奏，我不我还能站着让人打呀？我是被定住的，他们在打我，我死了几次，他们就开始指挥我，让我去干这干那，我怎么顶？我怎么顶？我都顶不过他们，我还被他顶出去呢，先给我定住了，我怎么顶？我是怎么顶？他们就说我。我本来我项羽我是打不住的吗？我那么大个项羽，我给他们往哪顶？记得关注再走哦。